你来看。看来我们要找的东西就在里面了。这是一份用密码编写的情报，需要破译才能看到内容。这份文件我们不能带走，如果带回去的话，他们就会怀疑松村被杀的原因。我得把它记录下来。我来吧。记住了，这么快？啊，真有你的啊！谢谢小姐，谢谢。玉珠，那份情报已经被破译出来了，正是组织上一直想得到的。关于特高科针对我们新四军所密谋的行动计划，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情报里记录了我新四军陈军长和几名师长将于12月20日途经河南安阳的平汉铁路，前往延安的情况。显然日本人想利用这个机会暗杀陈军长。你的情报太及时了，我们不仅瓦解了日本人的行刺企图，而且还顺藤摸瓜。抓获了潜伏在我们队伍中的奸细，你可立了大功了，雨竹。周大姐，这次的功劳可不是我一个人的。要不是君浩帮我，我肯定拿不到这份情报。我发现你现在提到萧君浩的频率越来越高了。因为我们是战友吗？傻丫头，你看，都脸红了。是不是爱上他了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爱上他？怎么不可能？
你这汤怎么熬的？你自己看，上面飘了一层油，怎么喝呀？端走，端走。好的，太太。陈敏姐，你最近怎么回事啊？天天回来这么晚，每天晚上晚饭都得给你重新热，你是把这当家还是当旅馆啊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姐，玉珠不比从前啦，人家现在是报馆的红人，大小的新闻都要通过她。 我还嫌他没时间陪我约会呢。约什么会啊？人家忙就让人家好好工作，你跟着瞎掺和什么？可别了，我们家里已经有个强势女人了，再多一个我真受不了。少贫嘴，吃饭。啊，对了，过两天啊，我要去一趟你们报社，找一下松村，让他少给你安排点工作。 这段时间一直都没看到社长，不知道是不是回日本去了。同事们都在议论，好多报销的单据还等着他签字呢。嗯，他倒好了，直接坐甩手掌柜了。我真的要跟他理论理论，没有这么欺负人的。吃饭还堵住你嘴？你跑到我这边的关系室来干嘛呀？你这么跟我解释的，不敲门就进来。你不是说我是你女朋友吗？你不用进来敲门的吗？陈认识我女朋友了。你干嘛呢？干嘛不让唐妈洗啊？这不明知故问吗？宋存的。那就扔掉呀，留着干嘛？我也想啊，太可惜了，我这衣服是日本的宋存打捞捻现成的。 我练习的。哎，身边有个女朋友真好。这个世上如果没有女人，我们怎么活？在你们男人眼里，女人就是用来洗洗衣服、做做饭的吧？我没那个意思啊，要不是因为你的话，咱们的任务也完不成了。你这张嘴啊！哎，对了。 我姐，她最近心情不是很好，说话的时候语气有点重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能理解她的，姐夫成天也不回家，心里肯定不舒服。他们俩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在别人眼里是都般配的一对啊。般配，般配不见得就是爱情啊。你看那汪精卫和陈璧君，外人看他们倒是般配，其实就是法律上的夫妻。汪精卫跟方俊英和师丹。 那才是感情夫妻。所以说啊，为了利益两个人在一起，就算陪伴对方一辈子，两人有什么意思？可是程璧姐啊，我姐夫他们俩是有爱情的呀。姐夫以前多爱程璧姐啊，我觉得不仅仅是爱，甚至还有一些养。
特派员，你们主任人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主任这些天就没怎么过来。小老弟，干什么？找你呢。哎，大白天喝成这样。从前的几个朋友来了，我就喝了，尽尽地主之谊。啊，给你看点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每日新闻报馆社长松村一郎被人杀害，连同司机手下一共三个人。哎呀，小老弟啊，这都什么年月了，死几个日本人算是什么？再说了，一个报馆的社长，警察局查查就完了，还用得着我们吗？松村一郎名义上是报社的社长，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，就是特高科的情报员。井上已经下了最后通牒了，让我们特工部限期破案。你说这个井上科长不知道我们特工部有难处吗？而日本人一指令下，我们的经费就要少去三分之二。我手底下有百十口人得吃饭，没钱哪有干劲儿？你说钱不钱关我什么事？我已经转达给你了，到时候警察问起来的时候，别说我没告诉你。查，不就是给警上交一份报告吗？我给你面子。好，那你去办，我还有事。小老弟，咱们在一口锅里吃饭这么久了，当哥的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。你一天到晚和日本人称兄道弟，想不想过，如果日本人完蛋了，你怎么办？老陈，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。你要知道，日本人还没有倒台，说话是要负责任的。我今天就当你是酒喝多了。站长，祥局，来，快坐，快坐。上次我说什么来着？你不会因为一点点的失败而气馁？很好，你不愧是我亲手调教出来的。来，你仔细给我说说松村是怎么死的？我好像代局长汇报。我那日我埋伏在每日新闻报馆门口，看着他出来，我就一路跟着他，一直跟到樱花路。当他从车里下来的那一瞬间，我就掏枪射击，包括他的司机跟助手。当时在现场，没有任何人看见。国民政府汪精卫主席于1933年11月11日在日本名古屋地大医院逝世，据生于民国纪元前29年5月4日，享寿62岁，仅于11月12日恭迎遗体回国成殓，择期举行国葬、事终典礼，由国民政府会同中央党部组织哀典委员会静谨办理。坊间都在传说主席的死是因为老太婆病急乱投医，求治中医刘义铁，结果刘义铁在膏药里动了手脚，主席铅毒扩散全身而亡的。小道消息不能信，陈主任，有内幕啊！
主席根本不在日本，夏天就已经秘密回到了上海。他不是一直都在名古屋吗？对呀，那都是幌子。听说也是。主席想念施小姐，闹着要回国，回来以后就由施小姐陪同去虹桥医院治疗。后来呢，重庆军机室截获破译了主席发给老婆子的电文，戴笠买通了大夫潜入医院投毒，才导致他死亡。哎，说到底啊，都是女人给闹的。说到底，重庆厉害啊。汪先生尸骨未寒，党内有些人就想洗手不干，去过清闲的日子。我萧成璧绝不会为此所动。我一生敬服汪先生，在沧波万里之中，依旧孜孜不倦于事业，请向主席转达我的革命之情。现在党内的情况，你都很清楚。陈主席为了继承汪先生的遗志，正在竭尽全力地完成托孤之任。陈主席非常希望你能够成为他的左膀右臂。多谢主席抬爱，我定当尽心竭力。这是一份委任状，从即日起由你就任党部办公厅主任一职。希望你能苦干苦守，协助陈主席完成汪先生挽救民族危亡的和平大业。我即便粉身碎骨，也不负主席厚望。好，坐坐。肖主任啊，今天找你来，除了宣布任命之外，还有一件秘密的任务要交给你。请讲。你先看看这个。迁徙计划。打了这么多年仗，日本国内已经出现了空前的用工荒，没有劳力，哪儿来的国力啊？所以，日方让我们在各地搜捕劳工，连同在押的战俘，一道运回日本本土。这项计划，日本人非常重视，所以，陈主席希望你能出面主持。请主席放心，我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。进来。吴秘书，前几天在中央饭店喝酒，怎么没来啊？忙啊。陈主席刚刚上任不久，乱七八糟的事儿太多，没时间呐。下次特意给你留了一台女儿红。吴秘书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。程璧呀，你好。老陈，该改口叫肖主任了。就在刚才，肖程璧已经被任命为党部办公厅主任一职。啊，那真要恭喜肖主任高升。肖主任，这项迁徙计划老陈会全力配合你。吴秘书，请您转告陈主席，这项计划我能独立完成，不需要别人配合。肖主任，话不要说得太满嘛。这项迁徙计划是我们和日方的一次联合行动，是一次空前的、跨区域的、大规模的迁徙，势必需求各方各司其职，通力协作，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计划顺利完成。你说是不是？我说是。
站长。上局，我们刚刚得到消息，陈公博与日本人正在进行一项秘密任务，但任务的具体内容我们还不清楚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这项任务由新上任的办公厅主任肖成碧负责，你的男人陈德道具体执行。需要我做什么？你把这个装在陈德道的电话里，我们在你家附近设立这个监听点，对陈德道进行监听。我会尽快安装好。夏红仙的妹妹夏雨竹，是不是一直和肖成碧住在一起？是。她有没有可能为我们工作？你想让她加入军统？她一直住在肖成碧家，她对肖成碧肯定很了解。如果我们把她拉拢进来，我们不仅可以搞清楚秘密任务的具体内容，而且在汪伪内部又多了一份情报来源，这对我们开始。新社长啊，下礼拜就到南京了。新任命的社长可算是要来了，我这薪水呀，可算是有个盼头。新社长是该来了，咱们这儿没人来就没人管。看把你闲的，又胖了两圈吧？真的？雨竹，你的信。哎，谢谢。小灯，果然是咱们报社的当红记者呀！瞧着读者来信。哎，雨竹，有没有什么爱慕者呀？你别胡说，你看看，这都是提供新闻线索的。陈公博于日。喂，请问是星梦之衣店吗？我在你们那儿定做了一件旗袍，好了吗？你们和二组轮流值班，务必把陈德道所有的通话都记录下来，绝不能有遗漏。是。
夏小姐，你是孙主任？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，你还记得我。当然记得。是啊，过去的那些事情，谁又能忘记呢？有的时候我就在想。 如果没用那份自白书，恒轩就不会死，我也用不着一直自责了。这封信是你写的？咱坐下来说吧。我还有事，有什么事情就站着说吧。据我们得到的消息，日本人跟陈公婆正在谋划一项任务。 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孙天普应该是双局的上级。他在南京潜伏了这么多年，玉珠啊，你对这件事是怎么考虑的？我在想，这也许是个打入军统的好机会。如果能加入军统，就能了解到几方面的情报。我想试试。 你和组织的想法不谋而合，真的？瞧把你兴奋的。组织上是这么说的，可以利用这件事打入军统，但是不要操之过急，以免引起他们的怀疑。所以，你一开始拒绝了孙天普是很正确的，欲擒故纵，主动权必须掌握在我们手中。嗯，我明白了。 小姐，我有话跟你说。
雨竹呢？估计在报馆加班吧。不要等他了，来，把戒烟丸先吃了。俊浩啊，现在形势不好，好多日本人都回国了。我看你那个特工部特派员的工作也不要做了，回日本去吧。嗯，说的没错，是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。现在中央的官员纷纷请辞，想尽一切办法跟重庆取得联系。那个周佛海家，堂而皇之的摆上了重庆电台，还有丁默村。前不久刚刚又释放了一批军统特工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是想让我们也留后路吗？人人都在给自己留后路啊。有陈德道天天往银行去取钱，他要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转移到海外。你姐我不是那样的人，也绝对不会像他们那样反反复复出尔反尔，表面上为南京做事，背地里又与重庆同好。我既然选择了一条路，就绝不反悔。姐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，我刚从日本回国来看你们，那时候你跟姐夫何等的意气风发。你再看看现在，人亡政息啊。千里之堤，溃于蚁穴。汪先生生前对我一再叮咛，我怎敢忘记？现在倒好，船还没沉呢，就纷纷开溜了。和平运动为什么不能成功啊？就是因为有太多这样的败类。我不吃了，你慢慢吃吧。姐，姐夫，劝劝我姐，让她给自己留条后路。他已经应下陈公博和陈璧君要为南京政府效力到底，以他的性格，他是不会食言的。太太，这位先生说他是您的同乡。程璧姐，长发啊，快坐。哎呀，好久不见了。宋光，宋光，哎，你来。宋大哥，长发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先坐。哦，这是程璧的弟弟小俊浩。俊浩少爷好。啊，你好。坐坐坐坐坐。这些年，你都去哪儿了？当年和双菊在上海逃难走散之后，我自己就回武汉乡下了。这些年，自己一个人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那你怎么又来南京了呢？宋大哥，程璧姐，我求求你们了，长发，我求求你们救救我们村里边的父老乡亲吧！你别这样，先起来，先起来，坐下说。村里人怎么了？